Thank you.
所以更加。
第一反应是回答分手，第二个先系发问分手。好，现在正方请自由派出一位议员作供。好，正方公辩开始了。好啊，咁阿叔我哋同我喎，係啦，唔俾，但係你又話，哎，我俾佢休息，但係又要。
雖然我翻嘅標準一直係我哋功課係要有壓力係有，但係我哋係適量功課，而呢個適量嘅處理咧係可以呢條數係可以計到嘅，計到都有俾出指引係平均每日要做幾多幾多，係唔會令到你冇曬啲玩樂時間，係壓力大到會長死咁樣嘅。咁咧，不過一直強調假期就係用嚟俾學生放鬆玩樂啦，咁有自由人員啦。其實你哋嘅邏輯就係一份暑期功課俾咗學生好大壓力，取消咗暑期功課就萬事大吉啦。但其實事實係咪咁咧？暑期功課係咪真有咁大咁大嘅威力咧？而家社會講啲咩係工作同埋教育界都講緊咩成人嘅待遇時代，真正壓到每一個人嘅，包括貧困壓力啦、長長輩期望啦、自尊心、自我要求等等。咁如果我份人本身就係好中意學習，好想追求上進嗰類。如果冇咗暑期功課，係咪就會喺暑期即係放鬆下自己，乜都冇顧慮同埋咧？有功課嘅所謂壓力唔係純粹份功課可以解決嘅。其次咧，有功課又話要留暑期嘅時間去做課外活動啦。但其實而家嘅情況會唔會係小學生根本冇自己去選擇嘅權利？係佢哋嘅家長去規定你每日要學啲咩，去學鋼琴、學指揮棋，佢其實根本冇選擇嘅權利，或者係決定自己暑期。所以而家學生係被支配，唔會話你留啲時間，你將嘅暑期功課嘅時間留出嚟，佢其實係會俾其他壓力填滿嘅。咁有功課嘅邏輯又係要小學生以先填後填嘅理念去成長啦。取消暑期功課係咪就冇曬壓力咧？放緊假都出完全冇心思，開學後係連頭三分之啦。暑假你盡情玩樂，咁暑假之後就係高壓力趕進度去限制翻你上課。我哋要講翻盡到温故知新。學生一學年係淨係得10個月翻學，咁佢嗰啲所有嘅假期其實都冇幾耐。
例子咧，就係政府舉辦好多唔同類型嘅活動，就例如體育運動日，俾小朋友實施好多唔同活動。自幼亦都會舉辦好多嘅藝術活動，俾兒童去參加去實施，從而發展到佢哋多方面嘅興趣，甚至發展兒童嘅潛能，再加以培養。好啦，根據人民日報、人民網嘅報導啦，英國中立學校好多都會設有暑期作業，喺而家啲嘢係俾更加多空間小朋友同屋企人安排唔同種類嘅活動。不論係喺公園野餐，俾小朋友放鬆，同埋可以增進親子關係喎。去到博物館生活學術知識，亦或係唔同體育或者其他活動，亦都可以豐富自己嘅人生體驗。而係喺暑期作業放鬆咗自己嘅活動時間。我方朋友話：外國咁樣做，香港就要跟住做，而係參考翻外國嘅例子，去反思翻自己。在香港一般嘅課程已經令到小學生承受住龐大嘅壓力時候，令佢哋體驗其他嘅時間只會大幅地減少。希望可以俾佢哋自由選擇活動嘅時間，請大家都過嚟小學生一晚，多謝大家。正方係公民發言時間3分，跟住係反方係公民3分。
认真。
之四十幾嘅小學生，佢哋都課業壓力好大好大。咁我哋都話，咁其實百分之七十三嘅小學生係覺得呢啲壓力，其實而啲家長個個都期望。咁同我講，家長過咗好多補習班俾佢哋，我哋要攞埋佢剩低嗰兩個月。咁剩低嗰兩個月，家長其實都要攞噶嘛。我哋只係你有可能咁樣就好似掘咗一個窿出嚟，家長為咗佢哋排佢個仔係排唔到，咁佢哋要鋪翻草入去噶嘛。咁你掘咗個窿出嚟，家長可以補翻啲嘢入去俾佢啊嘛。你嘅驚唔少得嚟講。反方嘅話，時間亦都已經用自由性嘅問題出現。請問在座各位有冇發現台上面有咩想法？好，而家係自辯環節，雙方自辯有一分鐘嘅時間。先由反方主辯總結，你有四分鐘。重大的幫助，他們開始在城上
但我翻去成功話，收學生要有一個開心愉快嘅之前，就有各位大家好。有方今日話，加上老師又俾啲小朋友，咁有方仲加更加多嘅功課，同埋少嘅功課就係入份，今日中已經數上已經有好多份㗎啦。喺2013年，聯合國基金會喺香港唔同嘅媒體賣廣告，宣傳每日應該要俾最少玩60分鐘。喺之後佢哋嘅訪，佢哋曾經接受訪問，原本佢哋根本唔需要喺香港賣呢啲廣告，因為呢啲廣告原本計劃係針對呢一啲發展中國家，佢哋嘅家庭裏面嘅小朋友往往貧困緣故，需要做唔同嘅嘢嚟補家計，因此佢哋連會攞嘅時間都冇。但問題係，佢哋後來發現，唔係只有發展中國家兒童先冇時間玩，就算係相對富裕嘅地區，例如我哋身處嘅東亞地區，都要盡情學出。不過唔係因為窮，而係學習上嘅負擔，而當中以香港為首，所以喺香港都要賣啲咁嘅廣告。換言之，喺佢哋嘅眼中，我哋嘅兒童唔係生活喺發展中國家，但正常上嘅生活從某個角度嚟講，同發展中國家差唔多。喺我哋嘅東亞地區，就唔係覺得朋友都離無嘅，所以就好似今日嘅遊方同學講，唔一定要安排啲嘢俾小學生先會覺得安心，但其實係咪真有咁嘅需要呢？有一個論據，遊方一直都冇推翻到，就係、是、小學生嘅課程係相當之豐富，佢哋豐富到全日制學校幾乎要用盡所有嘅時間先搞得曬成個課程。而大家都做過小學生，其實都應該明白，要讀書嘅話，究竟有幾忙碌。既然大家都明白呢個情況，咁去到暑假，逐月都話吊頸都要吐下氣，俾段時間安排咁多嘢，俾小朋友放鬆下、放空一下，有何罪之有呢？退一萬步，取消暑期作業，空出更多時間俾小朋友自己安排。就算有咩唔妥嘅地方，都由小朋友家人一齊檢討去修正咯。我哋教育總係唔希望上過程中嘅任何出錯，但其實往往錯誤嘅方面先至能夠令兒童學到書本更多無教嘅，都教唔到嘅生存態度。既然如此，取消書期作業又有啲咩問題咧？當然，我方今日唔係將兒童所面對嘅問題怪曬書期作業，我方亦都知道要解決曬所有問題需要好多方面配合。不過現今環境下，書期作業存在嘅問題的確唔會令問題不易改善，反而會有更大可能出處嘅時遺留落嚟問題。因此從利與弊去衡量，取消暑期作業亦都唔會有啲咩損失。其實辯論到最後，大家心裏面只需諗兩個問題，就可以辨別到今日嘅辯論是否成立。第一，大家有冇以前咁希望面對暑期作業咧？而唔係因為科學冇教嘅話，最後都會俾人揼嚟做翻西斯列作業。第二，假設你哋由細到大都冇做過暑期作業，你今日係咪就會失去坐喺度嘅資格呢？如果咁嘅嘢你需要，你都冇乜實際用途，取消佢，皆大歡喜，有冇講咧？多謝。
雙方好多啊，一位台物代表去監察個第二方。Thank you.
認真，認真，認真做功課，認真做功課，認真讀書，認真讀書，認真上堂，認真上堂。咁但係呢件事點解會同暑期作業有關係咧？我認真讀書，我做唔到暑期作業嘅話，我係好認真讀書讀咗年，我都可以唔想做功課。我唔認真讀書讀咗成年，我就係想靠暑期嗰兩個月嘅功課幫我實得唔得？好似好得，但係我聽唔明白。或者我聽到佢唔認真讀書，所以佢需要暑期作業。佢認真讀書，所以佢唔應該再做功課。認真讀書人可能中意做功課，哇！做數就係我嘅樂趣。係啊，我日常我放咗學之後，我翻屋企最中意就係做功課，係啊，打波數嘅嚇，係啊，唔中意讀書嘅人都可以極度可以做到，或者佢就因為我想學啲書咧，我自己做下都唔好得讀書嘅。OK， 所以好多方面嘅嘢咧，大家要處理係咪時候可以多啲？無論你哋係中學生小朋友，或係入小學生小朋友，定係話因為我哋翻嚟住喺度，而係老師啦。即大家都係曾經做過學生，或者啲學生社會嘅人嚟講，都好多唔同嘅角度。今日大家處理嘅事係傾向大部分係就討論學生讀書壓力啊，認真嘅認真啦。咁所以就係大家以後去處理同議題嘅時候咧，可以有多啲方向去諗，多啲多啲新嘅選擇，可能會有你哋意想不到嘅效果嘅。咁就係咁多啦。
咁點解淨係睇博物館？咁我唔中意睇博物館啦。睇博物館咁藝術館計唔計咧？定係要係某一類特別嘅形式嘅嗰啲展覽先至計咧？咁你就變咗仍然係一有作業嘅話咧，係脱離唔到校方一種規範化上而下，佢覺得你應該做啲乜，佢覺得你應該學啲乜嘅呢一種嘅學習模式。咁我覺得你哋可以挑戰一下，到底暑假係咪仲係我哋同一種？會唔會你哋嘅立場係正規課堂已經嘗試咗一種具規範化嘅學習方法？咁喺暑假係咪應該用第二啲嘅模式，就係俾佢哋自己發掘自己嘅潛能？其實好似芬蘭咁，你哋都有提少少啦。咁政府係咪香港政府咪都可以咁樣做咧？俾多啲機會學生去體驗，因為如果全年十二個月全部都係具規範化嘅學習，其實好多嘢學生體驗唔到。有開廣東嘅例子，好多體育嘅活動啦、藝術上面、創作上面嘅一啲體驗啊，其實都冇，全部都係俾課程去框死咗。佢哋唔識得自己去分配時間啦，唔識得自己去選擇一啲佢哋認為對自己興趣潛能、長遠發展有幫助嘅嘢去學習，全部都係你幫佢定曬。咁呢種係咪一種理想嘅教育或者學習嘅模式咧？咁我覺得如果你由嗰個本質上面去睇乜嘢係暑假，暑假應該點樣運用，乜嘢係原有既有框架嘅課程，乜嘢應該係俾佢靈活自主學習嘅課程，咁你咁樣講可能就會避咗佢講嗰啲嘢啦，就變咗唔係時數嘅問題，唔係壓力大唔大嘅問題，唔係做一份功課有冇嘅問題，而係應唔應該喺本質上用埋個暑假俾佢咁樣做。中學你有應對公開試啦，你好難成個暑假唔去温習啊、補習啊。但小學階段係咪多啲空間去做呢？咁我覺得如果政方可以搬出一套咁樣嘅理念咧，可能係會有利啲去回應對方講嘢。如果唔係，我覺得係有啲壓力咯，即係唔係話你壓力嗰個方唔啱？咁好似法方都話，即係入學時候做功課都有壓力啦，入學時候考試都有壓力。咁如果你單純係話做功課做作業有壓力咧，未必好足以論證到要完全去取消，特別佢有好多種唔同形式嘅時候。咁呢個有啲建議啦，即係諗條題嘅時候可能闊少少。反方啦，咁反方咧就好正路啦個主持，咁當然都係合理。不過你要留意咧，就係當你提出咗你嗰個做作業嘅目的嘅時候，你要諗下你哋嘅一啲建議同埋你講嗰個目標咧係咪相符咯？因為我都有少少你與正方講就係都估到佢講壓力啦，於是你講唔同嘅形式啊嘛，個多元化。但係同時間你哋又好強調個分數，好強調要温故知新。但係你嗰啲博物館式嘅專題研習咧，好難做到你嗰啲温故知新啦。又做到你嗰啲鞏固學習嘅效果，即如果你又要好似俾人感覺係我好開放㗎，好多類型俾佢選擇㗎，但你背後嗰啲 hidden agenda 又好重視個分數嘅提升，好重視一啲具規範化操練式嘅一啲練習，咁咪同你嗰個方法有啲唔對應。即如果正方話咁，你又允許佢做一份嗰啲專題報告去下博物館又得，但你又驚佢分數下跌，其實講到尾你最終係咪都唔會俾佢做呢一類㗎？都係操練式嘅呢啲練習嚟㗎，就算咩咁。咁呢個我覺得係喺你嗰個方法同埋你嗰個目標嗰個定位上面，你要講得即係要 consistent 咯。咁如果唔係正方做，咧就會有少少難去回應。咁另外就係、雖然正方今日係咁打啦，但係反方都可以諗下。咁如果你真係講到嗰、那個記憶咁重要啦，係咪？我知心入學上面嘅長期、短期點樣分？但係如果真係咁重要，佢哋甩咗係咁嚴重嘅話，咁其實仲應唔應該俾佢放咁長期假期？因為其實正方都可以諗一樣嘢，就係暑期作業咧，就有個問題就係、基本上佢係冇回饋喺各個過程裏面。而我哋成日講學習一個好重要嘅效能，所謂你哋都有 CA 噶嘛，效能係咪應該有持續性嘅評估同埋總結性嘅評估？如果兩個月裏面只需要翻日就直接交嗰份功課，中間係冇任何嘅監督咧，其實個學習嘅效能係好低，的確係好低。即係我諗有啲地方取消嘅原因就係佢覺得，就算我俾咗功課你，唔係功課本質冇意義，而係我又監督唔到你。我又不能夠俾太大量，翻到嚟又改唔切，咁到底要你再做呢一種模式嘅練習嘅成效大唔大咧？可能都有啲用嘅，但付託成本效益啫。呢個都係正方可以講嘅嘢。除非你真係好嚴厲到老師冇得放假嘅，要每個禮拜喺 Google Classroom 俾樣嘢你做，跟住要批改，跟住再俾下個禮拜功課，係咪咁好慘啊？我哋啲老師，同埋現實情況先問老師情況係點啊嘛？的確係開學嘅時候咧，係冇可能改到咁大量嘅功課，因為老師開學係超忙。同埋佢冇可能批改到成級自己個科都好啦，都冇可能改到咁多功課。一係佢就俾好少功課，咁啊方便佢批改；一係就俾都多嘅功課，但係唔會批改。而個現實情況我理解咧，大部分嘅暑期作業老師都係唔批改，亦都冇回饋。可能月就算啦，月筆就當睇咗就當做完啦功課。因為根本冇可能改嘅，你更加冇可能俾 feedback 啦。你開學已經教新課程，咁所以好多時真係做咗叫做有份嘢就算㗎啦。跟住學生好多時都係臨尾開學之前所以
是你哋真係直接就係開一個反建議，就係唔應該做操練性嗰啲咯，應該係體驗性為主嘅，專題探究為主嘅，佢嘅分享都係以輕鬆為主嘅，可能翻嚟做個 presentation， 可能分組做個 project， 或者係真係交幾百字嘅反思報告呢一種性質，因為你可以講到佢個書嘅作業同平時嘅作業係唔同嘅定位，平時作業真係操練嘅，分數為本嘅。書籍作業可能就係鼓勵佢去體驗多啲，但如果你冇書籍作業，你就鼓勵唔到佢做呢樣嘢，佢可能完全荒廢。咁你可能講下你哋對書籍作業嘅定位，同其他嘅正規課堂裏面嘅作業嘅定位有啲咩唔同咧？咁可能就會係一個完整啲，同埋我覺得會強啲嘅講法。咁啊，好，可以嘅。我想問最後有請黃生中先。首先咧，我聽成個比賽咧，有一個好大嘅疑問啦，最終都係冇被解答到嘅，就係我想知道正方究竟點解你要申報我？因為呢個係一個新型嘅策略誒，點樣樣咧？你申報嘅所有嘅外語應該都係冇用過。
咁另一方面咧，你哋提出嗰啲誒嗰小朋友自己嘅期望啊、群會之間嘅競爭啊等等啊，其實咧呢啲同呢個嘅宣傳嘅冇乜太大嘅關係啦。冇錯，當然我知道有好多唔同嘅壓力來源啦，但唔代表住我唔應該取消其中一個壓力嘅來源啊。所以又越講咧，就會令到我越偏題嘅嗰個感覺。咁啊，呢個咧就係你後續嘅嗰個回應同你嗰個主線之間嘅嗰個嘅矛盾啦。而跟住落嚟咧，你哋開始討論一啲譬如外國嘅例子。當然啦，雙方都有用到一啲外國嘅情況。咁我覺得第一樣嘢就必須要交代清楚，究竟香港有幾相似。而頭先我所分析嘅，之所以我會覺得反方有一個矛盾嘅原因，就係因為美國同香港好唔相似。美國佢嘅嗰個嘅暑假可能真係放幾個月假，而佢啲小朋友唔使做呢個暑假功課，咁一個嘅家長就真係唔會俾任何。但係香港係咪咁樣嘅情況咧？如果係兩者嘅嗰個情況好唔相似嘅話，咁究竟係咪真係可以輪到落香港嗰度咧？呢個第一個要考慮嘅地方。第二就係咧，當然政府又會提出好多同香港極度唔相似，甚至完全相反嘅例子。咁呢個究竟係你哋嘅願景啦，你哋鋪陳咗係點樣樣嚟去改革成個香港嘅整體教育，唔單止就係輸嘅上邊係咁樣啦。即係學似頭先阿華全所講過，其實你哋真係要諗。而諗闊少少個意思就係話，其實暑期作業即係暑假嘅一部分啦，而呢一個嘅功課即係學業嘅一部分啦，而學業其實只係教育嘅其中一部分，甚至乎只係學校教育嘅其中一部分。對一個小朋友嚟講，學校教育亦都只係教育嘅其中一部分。所以其實功課係一樣好渺小嘅一樣嘢。即係如果我哋睇翻整體成個小朋友教育，譬如佢品格上面嘅教育，譬如佢係一啲群體嘅人際關係嘅各方面嘅教育等等，其實呢一個嘅嗰個嘅功課，甚至乎係暑假裏面嘅嗰個功課嗰個作用咁大咧，咁所以我嘅嗰個意思就話，如果你真係諗闊參考其他外國嘅嗰個嘅教育理念啦，其實應該係套用曬全港嘅所有小中學嘅嗰個教育嘅嗰個制度上面嘅教育，唔係淨係一個暑期作業上面嗰個教育，而暑期作業上面嗰個取消其實只係其中一部分。咁當然啦，你哋嘅嗰個嘅賽制不容許你哋講得非常之廣闊啦。但係個意思就話，如果你哋以外國嘅嗰個教育理念作為一個原型嘅話，其實你哋應該鋪陳到嘅話，其實取消暑期作業只係第一步咯。可能之後仲有其他後續嘅改動，但係咧就係必須嘅一步就係咁。咁呢個就係正反雙方嘅後續嘅嗰個發展裏面出現嘅問題啦。當然啦，其實有啲收收碎碎嘅位都係有問題嘅，譬如係其實有好多我覺得都幾虛嘅吹水嘅位置啦。就算你強調幾多次自己讀心理學咧，其實無助喺評判之中嘅嗰成分好坦白講，因為重點係你嗰個內容究竟啱唔啱，係咪確切具體啊？如果你單憑你自己，即係就算坦白講啦，就算係一個哈佛嘅心理學嘅教授，佢講嘅嘢都可能係錯嘅，或者佢講嘅內容都未必係應用到喺香港嘅小學生身上，咁你係一個即係唔係你嘅身份嘅問題啦，但係你可以學到幾多心理學嘅內容，係足以令我取信啦。咁所以都係一個其中一個嘅位置啦。而另一方面就係講壓力嘅嗰一方面都係一樣，其實嗰個壓力聽咗全場都係一個非常嘅虛嘅一個概念。唔係淨係單靠時數，又例如是你提到一個嘅概念係叫慢性疲勞啦，究竟幾時會累積得到慢性疲勞嘅嗰個嘅唔同嘅階段啊，又或者一啲處理嘅措施嘅方法啊等等，我都會想聽到好多嘅提問嘅。即係如果你哋大把呢一點嘅話，其實係應該俾我哋可以聽到多啲，就可以令到你哋無論喺公平嘅位置啊，好似入面嘅位置都好，唔會係完全係。即係自由搏擊咁樣樣，即係好張法可言咁樣樣，我就大概就咁樣。多謝大家。應該有。